哎呦！目的地在您的右手边。这路哦，你说它烂也不是很烂，那你说它好哦，也称实在是称不上好。哎，这个好舒服。哇塞 ，Everybody， I'm coming。请问定位大名？定位大名，哎，你好黑，我完全拍不到你。当然了，没有打灯啊。呀、yeah. ，哪一块？这一块哦，欧妈妈的地 ，OK。有马桶的位置哦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好，重新介绍一下这个厕所。这个厕所蛮酷的，它都是斜的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银主在做厕所的时候，在醉酒了，量错尺寸，马桶摆不下了，所以只好。做成鞋的、啊、这次老大本来是有点想法，想要尝试搭设想象中的方式，但是后来实在是太晚又太黑了，只好放弃这个想法。这次还多了诚实商店供应站，每个人都各自提供一些饼干、酒水，想吃的人就可自行取用，完全就是应有尽有。蹭饭来了，等我一下啊，你先放一下。好专业哦！因为我每天都在打，每天在打，打什么？打蛋。哦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. 许愿许愿，许愿。希望大家每年都能够聚在一起。第二个愿望，曹老板生意越来越好。哦，没卖哦。第三个。那个就是跟他赶快结婚。好，许完愿要吹火。吹火。焚火台。焚火台吗？真的吃一下，真的，这个外面吃不太到。要我再问一下哟。哎呀，这个外面吃不太到，喜欢吃巧克力的一定要来吃，真的。王梅哦，大厨呢？哦哟。喜欢吗？喜欢吗？什么东西啊？干什么东西？还是一碗？我管你的，人家熊傻是有休假，你干干什么东西？六月啊，九月啊，九月也熊傻有休假，对呀，对哦，那时候人家要睡一虎帐，你干什么东西？包一个给我看，我不知道怎么吃。哦，好啊。这有什么很困难？哎，现在这罐头要干嘛？大家都是西湖之人，对，我们这句话讲得真好。
真的，这个东西真的哈，量产以后有没有？真的一定要买。那可以。这个吗？对，你戴着手套好吧？好的，谢谢。虽然你的 pose 姿势看起来蛮猛的，可是我觉得你的皮肤可能还是比较嫩一点。戴个手套。所以要随时记得自己是女孩子，手要死握，手要死握。可是那这样子怎么办？就其实他到这样子，你就可以把它拉开。哦，这个我可能做不到。其实反过来敲也可以啊。嗯，对。比较像在原木在拆解原木的时候，就会是正面敲开了，然后再从反面把它剖开。来来来，你直接敲敲看，敲开。哦，帮我看一下是我的问题还是你的问题？这个好硬啊！对对对，你有没有觉得手很正？这个感觉差很多。他们要试一下吗？不是这个，没有啊，可以打第二次啊，没有。嗯，可以打第二次。他两次感觉不一样，真的有不一样。嗯，哎，这个给你，这个给你。哦，它的力量比较能够传导到下面。这个是旧的。这个算是对再上一代的，它的刚性很高。新的一代是哪一个？这个，这个头烂烂的。差别在哪？你敲这个啊，你的力道，你的锤子会被弹起来。嗯，但是它可以把力量传递的比较下去。嗯，就是下的目标比较对。喜欢他。今天晚一点，我弟弟会带那个原木来。原木在裂开的那个声音非常疗愈，它很缓慢，但是会很久，那个声音慢慢裂开。对，哇，你没有走到那个溪边，那水好冰啊！哦，干净，漂亮啊！对啊，放一下。你别让他去溪边了。哈哈哈哈哈！他还好，但是他走不到太远。哈哈哈哈哈！还好。给人间留下一片净土好吗？对。谁呀？你要我看看吗？欢迎光临。到了。这次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一壶帐团路。真正接触到一壶帐的人们，也愿意一个一个的入坑。当然，不是因为我们人云亦云，而是市中的帐篷还能有科技棉的功效。CP 值太高了。大厨在点烧耶，哇塞，等一下哦。好专业。好了太多了啦。孤单老人在干嘛？在要扛吧，现在机会啊。对哦，扛吧你。扛吧。哎，阿珊珊来迟，你这位是找谁呢？找布。哦，你们逛完了。对。漂亮吗？好。笑的意思是？我们懂了。那走这吧，他说是走这。楼梯嘛。你看到什么了？你来你就知道了。
哇，一排绣球花，超美的。这有点怪物了。哇，这个尺寸，它的鳍都在外面，它的背部都下不去了。这是哇池。这尺寸不太对吧？对啊、这成精了，精啊！啊，小橘子，荆棘吧。它好像不是荆棘耶，不知道，它感觉像是砂糖橘那一种。它感觉是橘子，好可爱哦，小橘子。还有个凉亭，怡情养性，上面写。我要你出啊！对，要你出啊！啊！哎，那英罗，英罗进来。英罗在小镇那边。那我需要自己的行李床，对不对？哎，不用啊，后来我的行李床就好了。然后他们要睡车上。好了好了。进哥。哎，最短的要在下面，你知道吗？最短的。嗯。哇塞。基本上是啊，因为只有他是零头的。现场教学哦，因为他没有拿第一次他的前庭，前庭的没有拿出来，比较好。好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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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还要拿罗盘看抓鬼是不是？对，穿搭。看方位，看方位。来电。有这个东西很诡异耶，为什么身上会有啊？为什么身上有这个东西？我不知道。正宗关东煮。对呀，这是在日本才吃得到的。很多料台湾也没有。我们还习得日本独特的关东煮吃法，日本人会在关东煮的汤里加一点清酒，但我们没有准备，就用高粱来代替下吧。啊，小心！啊！出一挖了。喷了一个寂寞。没有，我刚这样，喷了一个寂寞呢。喷了，喷好了。哎，学得很像，完全分辨不出来。声音真的是一模一样。讲到回忆未来，觉得大家都很惨，很爱玩嘛。错带了。你钱带了没？开，验货，验货。哇塞，超酷的！老鼠会跳，这次我们的运气很好，看到了萤火虫，又看到了银河。晚上还一起围着萤火团抗了游戏，几乎都是方形的，
它有分大小。到我了，还是好厉害。不用的时候通常是挂。没有什么？不用的时候通常都是挂的。我每天都会被它插。哦，直接直接，雄霸永远都在作死的边缘。男生聊当兵，永远先聊梯次，再考虑谁要叫谁学长。聊分娩是吗？分娩，那你比较伟大。聊生产，聊生产。八步吧，哎，他给你八步吧。恭喜我们一虎团成功开团，也认识了很多的新朋友。下次我们九月见喽，后面还有小彩蛋哦。是科技棉，它就是透气比较好嘛，但是它为了它为了它纤维要先膨胀做好防水，它可能第一次要先过那个露水，或者是很小的雨水。让它那个纤维膨胀之后，把那个毛细孔塞住，它就防水会比较好。那反而大鱼的话，如果它第一次遇到大鱼，那个就是它防水反而不好，要小小的鱼或者是露水这样。然后膨胀之后，它就会塞住那个毛细孔，去做达到防水的效果。以上就是为什么我们喜欢一虎帐啦，希望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